所以人活在这个世间，不分在家出家，各位一定要劝别人相信因果，劝别人超越障碍。他现在很伤心呐，因为儿子发生了事故啦，事业变化啦，感情变化啦，那你要有辩才啊，来跟他说法。那无量三昧，各种的各种的，这种佛菩萨三昧是代表一种圆满的身口意，你可以得无量无边的各种圆满的方法口才也好，安住在悲心空性的，然后呢去劝人家超越痛苦。第六，诵持大悲神咒者，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，若不果遂者，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，为除不善，为除不自成。也就是说，念大悲咒，你这一辈子所有的愿望都能够满愿，所以才叫大悲心呢。这个妈妈不可能不满儿女的愿啊，只要儿女讲的是对的、需要的，爸爸妈妈都会想办法。但是如果你要做的是不善业，我念大悲咒，希望我开个养猪场，啊，希望我去怎么那不行，啊，再来是不自成，你内心信心不够啊，所以也没办法满愿。只要你有信心，而且是个善业，谁给我要信心？啊，哎，你儿子不吃素，你希望他吃素，你不要烦恼。记住，永远记住这句话。我们要帮助别人之前，你不能有烦恼，你不能用烦恼心来念佛啊。当然，你儿子生病，你很担心，但是我在念大悲咒、念阿弥陀佛、诵经，我就很专心，这样产生一个很好的力量，你更需要这个很好的力量来帮助对方。所以，你只要很专心认真念大悲咒。第七，若诸女人厌见女身，欲成男子身，诵持大悲陀罗尼章句，若不转女身成男子身者，我誓不成正觉，身少疑心者，必不果遂也。这个有两个讲法，一个是下辈子，一个是这一辈子。啊，当然，如果在正法的时代，那真的有可能。或是你那种圆满的大悲心，只有你自己知道吧？啊，但是至少来世可以转。但是各位，你一定要相信，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个末法没有办法看到，相信，因为五浊恶世离佛越来越远，离正法越来越远，所以呢就没有办法。但是大悲咒的力量一定有办法。你不能怀疑，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、自己的障碍。就像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都在头顶，是我们自己的障碍看不见，并不是阿弥陀佛没有来加持。第八，若诸众生亲损常住饮食财物，千佛出世不通忏悔。各位记住啊，在家出家，你到寺庙去偷拿出家人寺庙的东西，这叫滑手经说，堕落地狱，千佛都没有办法救你。所以，我们受八关斋戒第一条就绝对不能够侵占、偷盗、常住物、生邪物。所以，如果有人这样做，一千尊佛出世都没办法消你业障，众忏亦不除灭，就算你忏悔也消除不了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啊，千佛没办法帮你除灭的，大悲神咒可以让你除灭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还担心什么？啊，我们没有造这么大的恶业，所以要对大悲咒有信心。所以后面念下来，若亲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，要对十方施忏谢，然使除灭。二，经诵大悲陀罗尼时，十方施即来为作证明，一切罪障悉皆消灭，一切十恶忤逆谤人谤法破灾破戒破塔坏事偷生习物，
污尽犯行，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，悉皆灭尽。三为除一事，于咒生疑者，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，何况重罪？虽不即灭重罪，犹能远作菩提之因。所以，你念大悲咒，十方佛都来给你证明一切罪业皆消灭。在第二十二忤逆杀父母啊，这种忤逆罪，毁谤人，毁谤法会，破戒破斋破塔，哇，把佛塔给消灭了，把寺庙给消灭了，偷藏住物，乃至呢你强奸了比丘尼啊，污尽犯行，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，悉皆灭尽。这个世界没有比这个罪，这里面写的罪再重的罪了，没有了。但是如果你有自诚心来念诵大悲咒，一切都可消灭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念。你说我又没有犯戒，干嘛念？你太不慈悲了。这个世间犯戒人多少？所以大悲咒你要想的是为众生，这个越末法你越要念大悲咒，因为这个末法毁坏佛塔啊，伤害出家人，乃至出家人自己破戒，天天都在发生一样。所以更要念大悲咒来净化这个世间所有的恶业。但是如果你对大悲咒怀疑，不是光大悲咒，很多人对咒语没信心，很多人对咒语没信心，反而打着所谓原始佛教。原始佛教没有错，原始佛教也是佛说的，但是不能对咒语没信心啊。所以在这一点，当然很多人对大悲咒有信心，但对藏传佛教在传咒又没信心，怀疑，那这样也不行。所以如果你对一切咒乃至有挑选的分别，这个我相信那个我不相信，对你来讲不好。不然的话，你念一个小小的罪业你都没办法灭罪，何况是重罪。当然在后面说，虽然不能，你虽然信心不够，但至少你念大悲咒也种下未来成佛的因。第九，我们念一下，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，不受十五种饿死也。其饿食者：一、不令其饥饿困苦死；二、不为家境障除死；三、不为冤家仇对死；四、不为军阵相杀死；五、不为豺狼恶兽残害死；六、不为毒蛇猿蝎所中死；七、不为水火焚飘死；八、不为毒药所中死；九、不为蛊毒害死；十、不为狂乱思念死；十一、不为山树崖岸坠落死；十二、不为恶人厌魅死；十三、不为邪神恶鬼得变死；十四、不为恶病缠身死；十五、不为非分自害死。所以各位要以大悲心为所有痛苦的死亡念大悲咒，不能光想自己说，哦，我念大悲咒我就不会饥饿困厄。你一定可以得到，但是大悲咒是为了众生，不管在什么地方念大悲咒，希望这十五种不好的包括自杀都不要发生，乃至发生了都可以超度他。所以被水淹死的，被火烧死的，被毒药中死的，被放蛊毒而死的，神经病而死的，乃至现在很多人在自拍哦掉下去报纸天天有啊，那个地方你要去念超度他们，以后任何人再去那个地方也不会掉下去，因为不畏狂乱思念，乃至不畏树崖岸坠落死等等。所以各位要有信心，前面讲了，如果你怀疑这个咒这个功德，那你来念就没有，你不怀疑你会全然的把
观音菩萨的力量展现在那个地方，那你当下是不是佛啊？念佛即是佛，持咒即是佛，诵经也是佛，就是要你很信心了解啊。我讲的是心相信佛就是佛，四心念佛，四心做佛都可以，你要当下。虽然我们还没有圆满成佛，但是这个信心就可以把佛的力量展现出来，这个比较重要。这样去读诵咒语，翻过来十五种善身啊，我们要边念边这样发愿来，当愿众生得十五种善身，我所到之处皆得善身啊。因为你在念大悲咒，你走到哪里啊，把这个力量带到哪里啊。念下诵持大悲神咒者得十五种善身者：一、所生之处常逢善王；二、常生善国；三、常值好时；四、常逢善友；五、身根常得具足；六、道心纯熟；七、不犯境界；八、所有眷属恩义和顺；九、资具财时常得丰足；十、恒得他人恭敬服接；十一、所有财宝无他劫夺；十二、意欲所求皆悉称遂；十三、龙天善神恒常永位；十四、所生之处见佛闻法；十五、所闻正法悟甚深意。若有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者，得如是等十五种善身也，一切天人应常诵持，五声懈怠。天上的神，世间的人，各位多念，因为就可以把十五种恶事，不管你怎么消除，让所有众生得到十五种的善身。那我想每一个法门，只要你有信心，你都会觉得很法喜充满，而且相应于对方这个环境，这个人事物需要什么。哦，这个人生病，你可以为他念药师咒，你可以祈求度母加持他，你可以为他念准提咒，你更可以为他念大悲咒。只要你有信心，而且最好你还了解对方相应于什么。哦，这个人是念度母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念是准提咒的，这个人念阿弥陀佛的，你要更为他念。因为重点一即一切，讲的是你的信心圆满的发心动机，你来念。那每一个佛显现不一样形象，但佛的功德是一样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请翻到后面，我们中间麻烦各位自己看了把大悲咒的一些功德，让我们大家来念一遍大悲咒，好不好？请翻到35页，各位已经念了几遍了，但是各位以后比赛看谁念得最快，好不好啊？但是希望你的心就展现悲心啊，就像飞机飞上来了，随时都在利益众生，大转法轮。所以我常讲这个故事，各位你都听。有一位老菩萨，我刚出家两年，我们教他们念大悲咒，给他解释，他就背下来。背下来，他后来过往生呢，他女儿来看他，谁叫他还起来的？那么喝呢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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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他保证往生的，他不着世间法。我去看他也是那么喝呢？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样一直念，啊，念到没有气，啊，因为他对大悲咒的信心。所以当然各位各种的方法来让自己不离开佛的心。所以我们再念一遍35页，来，起手观音大悲主，愿力宏身向好身，千倍庄严普护持，千眼光明遍观照，真实语中宣密语，无为心内起悲心，
速令满足诸需求。